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这个炼化区，炼化的破石者，认真，还给我搞两只。那边是什么？清野者。如果抓一只清野者来帮忙，会不会比较有希望一点？而且他们四周没有草丛。这样要拉他们过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怎么办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。好吧，想想看。等一下，反正他们追我就拖着跑就对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来了！哇！碾死你！再飞一次，哦，在哪？在哪？击倒一只，可绑绑了附铁清野者，我没有得绑，目前我没有那个可以绳索发射的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个模式应该可行。感觉这一次好像没有炸得很痛嘞。
冰啊，解除了，弓好了。 电脑没有绑，对啊，因为我没有得绑。绑很好用吗？好用的话，我应该也要去弄一个来。 So I can override Snapmoss now. Right. Easy. 哎，覆盖，但是我没有草丛可以躲。 这样子好了，来吧，过来，超好用，退年代用，好哦，之后来买一下。 发生大战？为什么会在那边发生大战？他们在战什么？不晓得。 只有一只的，来吧，这边，它不太接受我的引诱，哎。 小只的 ，safe for a few minutes anyway. 现在有什么用？这个就算覆盖了，也是被秒杀、啊。
好像就是不会再靠近。哦，糟糕，被看到了。来吧，让我抓你为我的宠物。耶，抓到！交给你咯，去捡东西。应该不会赢不了吧？好像要多丢一颗，还抓不太准它的伤害，都丢太多颗。再来是这边，好像不用过对岸，那些核心手就先不管。哎，出来！不要卡住。我刚才真的是太好用了，看他们打架很有趣。我过去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对岸吧，好像也不是耶，我过去的时候是走这边这样，明明就这条比较近啊，为什么我那时候是走这一条呢？是山边，然后会一边是山一边是河，这一次是峡谷中间穿越，前面又有践踏者，我没有看到践踏者，我反而看到两只锯齿兽，是我有听到践踏者的叫声。还有萤火，我去看一下。I'll tuck that away. 多收。点好，再来这边的，就我们就都去过了。这里应该是，我
有点忘记采矿场这边嘛。那这里又是哪里啊？明有去过，完全没有印象哎。啊，我知道这里是哪里了。之前那个诺拉有一位，就是被绑架到这边嘛，然后我们来这边救他。原来是这样子串起来，那时候我们是走这个峡谷过来。哎，不是，我们是沿着这个河过来，然后再走这个峡谷回去。所以他在这个村庄，这条路是通过去的。原来如此。好，那我们回植物城吧。